事好多了。闺女，你放心吧，妈会想办法把你这病给你治好的。妈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傻孩子，妈不辛苦，放心吧，妈永远会陪着你。妈，饿不饿？妈，不饿。啊，不饿是吧？闺女，你在家休息一会儿，妈出去一趟。妈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我呀，去超市买点东西，等我回来啊，给你做饭。翠花婶，你这干什么去啊？我呀是来找你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婶，你说。这燕子不是病了吗？在医院做手术，你看这婶手里啊钱不够，我是想找你借点钱。借钱啊？那婶，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，这是昨天我刚卖的一文钱，你先拿着。小凤，谢谢你。小凤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再说了，我和燕子啊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家遇到困难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行行，小凤你放心吧，等燕子的病好了，我呀会把这个钱尽快还给你了，我让燕子好好报答你。婶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啊赶快回去吧，燕子还在等着你呢，等我有时间了我去看看燕子。行行，小凤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婶儿，你慢着点。翠花婶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石头，我呀，在等你呢。婶儿，你等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石头，这不燕子有病住院了吗？刚动过手术。这钱也花完了，现在还欠着医药费呢，我是想找你借点钱。婶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燕子的情况呀我都知道。婶儿，这我身上呀也没带太多钱，这几千块钱呀你先拿着，不够了呀给我说，我到时候啊给你送过去。行行，石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婶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都乡里乡亲那么多年了，这谁家还没点困难呀？婶儿，你呀想开点，这燕子的病肯定会好的。婶儿知道了。石头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那行，婶儿，要不我送送你。石头，不用了，你先忙去吧，婶儿走了。慢点，婶儿。婶儿这一下太可怜了。报答他们了以后。对对，燕子，这人呀要知恩图报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就等过一段时间啊我就去找工作把钱啊还给他们。在天上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行，小凤姐，这我妈的后事
辛苦你了。什么辛苦不辛苦啊，这都是乡里乡亲的。行了，小凤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那行，有什么事跟姐说哈。行。时间不是我生病的时候吗？什么？我怎么得了这样的病？老天爷，你真的太不公平了！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呀？妈，你为了给我治病，